这人他儿子像一块黑的，这屯子里啊好不容易才来个放电影的，一年才来那么一回，我什么时候关门我也去看电影去得了。大壮啊，在家呢。哎，瘦子，急急忙忙来干啥来了？你今天咋没去看电影呢？我呀，我知道看电影，我这不跟我媳妇说了吗？来这买点好吃的，就看电影的时候吃。啊，那你对你媳妇还挺好的。那你今天打算买点啥呀？我呀，给我来40个泡泡糖，正好啊，4块钱。啥？拿40个泡泡糖？你媳妇让你买的？不对呀，我媳妇说了，让我买样子多一点的。你看，泡泡糖买40个，40个，我媳妇铁定能开心的。哎呀，胜子，还是我给你整个套餐吧，这样你媳妇指定能开心。给你来一袋水煮鱼，再来个生姜炸鱼，七彩绳来2个，冰糖葫芦来1个，再给他来个无花果，周小玲再来个臭八字，看看瘦子这套餐咋样？哎呀，大壮哥，这个行啊！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拿走了。我呀，得给我媳妇占座去了。她那1米8的个儿啊，在后排根本就看不着。我走了啊！哎呀妈，1米8大个还看不着？不行，我得关门了，我得抢个前排，不然我也看不着啊。